呼和浩特封控了，劝返呢，劝返呢，翻到原地，原地不要，翻回呼市，呼市不要，就现在就成了这情况了，堵的。人家那个防控最新疫情上高速的时候，我们查是48小时两次核酸，间隔24小时，按着这个上的高速，结果上来了闹了个这。按人家这要求回来了，人家这儿不要了，翻回去了，翻回去那地方又不要了，这咋闹呀？如果看到信息的家人们，就别上那个高速了，鄂尔多斯那边也不要咱们。现在在水源街这个上九超市了，现在好多人都在抢购菜。这他妈疯了！这有个超市，我刚看到看见那个超市，师傅给我点菜呗。哎呀，能给我一点菜吗？我实在没得了吃了呀。哎呀，你那个水果给我一点点，啥菜都行，给我一点呗。人家顾不上我，顾不上我们小区的，你看你看看多少人，但我们一点不能出。看看啊，看看，这是风花园的门口，保安拿着鸡毛单令箭，就是认识的人都进去了，不认识的都在外边等着。瞅着了吗？这个刚才进一个车，这现在又要进一个，瞅着了吗？这又进去一个，这都是和这些人都认的，都进去了，还能出来呢？我他妈送菜的出不去，有的。这个烂逼护士能不能给他回不了家的人做核酸弄个固定点，天天你妈逼换地方，昨天好好的能做，今天去了就不能做了，你妈到底让去哪做了？这可不是我们不做啊，来了医院，医院说不给做，停了。不是我不配合工作，也不是我不配合做核酸，我相当配合，我一上午到现在了都在找哪能做核酸呢。
只是每天打游击换个地方，什么社区这了那了那了，找社区，社区能解决，一个推一个。看到吗？人家这一片人都给做，我们住那儿就这么近就不给做，做核酸，就这。哦，不做了，这不是不配合国家工作，这就这么近就不给做，这门脸房都给做，我们这就这么近就不给做，就在这儿，就两个人。这下是出不了车，俩把锁，操！不能泡水吧？这是水泡过的，所以它就这么个烂了。而且还臭的啊，阵阵的臭味儿。看看这皮肤的臭，这不都是卖泥了，卖啥也。看看兴隆小区买菜，三个西红柿，两块大姜，27.6块。你们说贵吗？哦，报给还佛医的，那个在这报给堆堆着，就是给你也抢出来这个。穿服装的。想想啥呢？这不再是他们的锅，你不给人家开门，人家咋叫个菜进来？就是，不开门咋菜进？这都是抗议的，我咋不相信呢？这都是防疫人员，怪不得每天都这么多呢，天天增加。第二天，青城日报，内蒙古工业大学，那不赵王向就走了。就这个电大这个小区，你看这个做核酸没有人，就我们这好几十号人在外面等的，我们是商户没人管，现在是聚集就不让我们进来，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不让。还在这值班呢啊。
十几点呀、啊？十点。对。直到十点。前后门都一样，是都十点。对。哦，这是不看往出跳呢？哦，看人了。那个娃娃们，哎，多穿点吧，这冷的，是不是？小区不让动了，彻底不让动了，做核酸的人也没有了。哎呀，回家喽，门儿被封了，这咋回啊？这？疯了！我们丽月没有疫情，后面有疫情了，把我们彻底给撅在里面，这把大门也出不去了。这，你看，这咋整啊？吃啥喝啥，买点菜也买不上。看到没有，这是今天呼市的风啊，吹倒两个垃圾桶也就算了，把疫情工作人员的帐篷都已经吹翻了，我的天哪，快看看来了这么多大白，快看看来了一个大车来接人了，两个大车，两个大车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呀？沈浩严重了，